好了。天暖和一点的，好一点的，这不是七零八八裂了。把这气儿放了吧。来，师傅。干完一床，干第二床之前，因为那不系统压力还有压力吗？对啊，就那窗口的照一照就行。这窗户我给它照一下里面的状态。这个是，这下就都这样。这下就是这样，我看见。现在开一开压力表。这主要就给它拍面上，就稍微效果就可以。拍片面上，是吧？嗯，有吗？嗯，就是。脚上部分要稀疏。应该可以给它拍一拍这个角，可以往里收边，这是就可以拍一拍这个角。可以。那边别拍了。